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。新皮肤哈鲁是一只小狗，那它的主人究竟是谁？今天经过我和学姐长达三天三夜的研究，我们找出了哈鲁的主人。首先，小伙伴们，我们来看一下哈鲁的简介。哈鲁是一条狗，谁能比我更懂喜怒哀乐的力量？作为搬家帮的老板，友善的哈鲁似乎能搬得起任何东西。小伙伴们，这只哈鲁它可以搬得起任何东西，那就证明它是力大无比的。那作为一只小狗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？那看来它肯定是非同一般的。我和学姐发现，它很有可能就是二郎神丢失的那只哮天犬。小伙伴们，我们可以看出这只哈鲁拥有喜怒哀乐，而在迷你世界中，二郎神正好他没有哮天犬，所以经过我和学姐的推测，我们猜测哈鲁应该就是二郎神丢失的哮天犬。我们在网上查阅了资料，二郎神的确是拥有哮天犬的，而这只哈鲁种种表象表明他好像拥有超能力，而这个超能力来源于二郎神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吗？